我昨天就是到了一个苏库的，我在网上买的这个眼线膏，然后是03号，是紫色的。我是听童改推荐说，就是说他们家的眼线膏，他们哇好小啊，就是听童改说他们家的这个眼线膏精为天然也不晕嘛，然后我就想试一下，因为我不画内眼线，我只画外眼线，我看它会不会晕吧，我还不知道。然后就是特别的 tiny， 超级 tiny 的，就这么小。但是我觉得肯定够用了，因为我之前四五年前我买过那个Bobbi Brown 的，我买过很多颜色，他家还要自己单买刷子，哎，那刷子好像还要10几刀，我觉得蛮贵的。这个就是也带了一个就是刷子嘛，我觉得就是性价比蛮高的，而且真的够用了。那个眼线膏很大一盒，根本用不完，都是干掉的。然后这个笔就是这样的，哦，拿这边就可以卡住吗？对，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这个啦。今天超级冷的，体感要-28度。我今天早上准备吃一个这个，然后一个这个。这个我觉得蛮好吃的，这个是 made in Taiwan， 但是它写的是 Korean pancake。我觉得这个辣味粉丝的这个味道最好吃。它打开就是4个这样，然后每一个都是拿这个油纸隔开，就拿一个。然后我想吃这个 Trader Joe's 的这个被去过核的这个冻的，叫什么？樱桃，还叫车厘子。我大早上就吃冻的不太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出现奇闻了，昨天小赵觉得家里有老鼠，在翻 recycle 的那个袋子。哎，我 recycle 袋子放在外面，但我没有拿下来。没有，我没有拿下来扔。但是你们狗还有很多小的。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买粘鼠板，是吧？有什么买什么？有什么叫有什么买什么？你也不能整太多呀。你必须得整太多才行啊，让老鼠没有下脚的地方。哎，我们先别下脚了。你说瞅你在上面发了那么多，一直都没有抓到，可能就是一直。你下脚你有什么事？待会儿你洗一下澡，把面子给撕掉就行了。你身上那两个粘鼠板又没什么问题，老鼠没有去跑掉。我好害怕呀。之前放的那几个粘鼠板，就是那个槽窝啥的，不就是吗？就粘的全都是灰，老鼠没逮着，逮了一堆灰。它飞过了，太少了。就在他的路线上面全都放满，那就是在那个柜子底下，还有小赵门口。小赵，你进去踩脚，你进去踩一脚。对，他是沿着缝走的，小赵是踩不到，他都沿。我跟小赵说，我说小赵你门口有，我说要不然那个在你屋放几个，然后小赵说在我屋放老鼠药是不是很可怕？我说老鼠没有药。啊、哎，对，我不是给你发新闻了吗？你不能穿这件衣服被扒衣服，你要跟你妈妈讲。对，是我现在不，大家不能穿 Canada Goose 了，是在 Canada 吗？都有啊，那个 Wake Park 都Wake Park 是在哪？都是好区，都是有钱的区。咱们这不是有钱的区，很安全。因为这边就是 Chinatown， 就不算 Chinatown， 但是也算是房子建的越来越好。Chinatown 昨天新闻里边，新闻里边有两个是华人，啊，一个是东华区2011Block of Chinatown， 就是唐人街新唐人街。还有新唐人街。在哪在边？台楼以南是老的，台楼以北是新的。2000 block of the West Carleton 应该也是唐人街往。哦 ，Carleton 我知道。这两个是华人地区 ，River North 是好区 ，Wake Park 也是好区。全都是华人被抢衣服。然后他抢完了以后，晚上到了。都是一伙人、啊。对，全都是两个人嘛，他不是讲。都是一样的人，是2到3名，开什么奥迪？年龄16到26岁的非裔青年，没有，前面两次是开那个奔驰车抢，后面几次是开奥迪。那我要不要把这个标卸下去？这个标不能要了，这个标卸下去他也不认得。对，我觉得你要把标卸走。
那我买这个衣服，那是我这么贵买个衣服，我再把腰卸走，我操，再留个窟窿在上面。你说，我的天哪！这个扒的都是男的，要是万一扒女人，大冬天的把被外套给扒了，那你就完了。对呀，我想说你吓你妈！你说你偷钱，你偷钱，你扒人衣服干什么呀？走啦！啊，但它会动，它怎么会吃得住呢？这样就吃得，这也会动啊，还是拒不住。这都是抓老鼠的，这是抓蟑螂的，这全都是抓蟑螂的。这什么东西啊？老鼠夹。不敢。会不会夹到人呢？然后我们就一命呜呼了。它这个不利是好便宜啊，我准备买点这个。你上次买泡沫的那个在哪儿买的呀？这个。我准备买一个，闻的味道吗？我夸这种他也不喜欢吃，买这种没啥用。这啥东西啊？是给他吃的，好吃的。这么难吃，没什么太大用。那就不要买啊！你他只有在家里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才会吃。这个我不敢下，是啥东西啊？这个我不敢下，会扎到我手。这个不要不要，晚上别再夹着小赵。你踩上去没关系，就是你是放的时候可能会夹手，那放放一下。我们买了这是不是太多了？你少拿几个呗。一二三四五，不够。你这有多少老鼠啊？你说的我好害怕。我买了这么多的老鼠药，太夸张了。哎呀，陈姐现在去搞家游去了。我们刚才捕鼠夹子买了70刀的捕鼠夹子，我的天，500多块钱的捕鼠夹子捕鼠器。太可怕了，希望能抓到它了。好可怕，我从来没有说家里遇到过老鼠啊蟑螂，就以前租房子老楼倒是遇到过，我整个人就是晚上都睡不着觉。天，小赵太可怕了，他说他晚上听到了，他居然能关着门直接睡。真的好冷。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Stop 的一个地方，再去买一点新型产品，新型的哦，这个好滑的嘞，就在那里，叫 Buck Stop。我的妈，这个道，哎呦，这太滑了，哇，陈姐，东西啊，这就是给老鼠吃的东西啊，快给他吃点这个吧，这个他需要。这个鼠夹子好可爱啊！这我们不是买了这个吗 ？Victor， 我们买了这个牌子，我们买了那个牌子的，也是这个牌子的。哦，我这个不是跟他买的，这个不是。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刚我买了，那么贵啊？你退了吗？想着说，你可以退啊，对，你把那个留着嘛。这是啥呀？这也是属于那个 base station， 你先放点东西，它放进去。但是这个老鼠，这个太瘦了，这老鼠进得去。嗯，不是进得去吧？老鼠都不是很疼。不，这个夹到人会很痛。这个好便宜哦！这个真的很便宜。你买点吧，你买点，然后把那个退了吧。不用了，我已经太贵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给他吃的碗吗？就是啊，你买一个嘛。这个呢，这个也买几个吧，这个也便宜。你看这长多可爱，他给他画的肖像。这个夹手，这个我不敢碰。夹手就特别痛是吗？对啊，你装的时候容易夹手。让他们服务员过来就行。这个是给谁吃的？这些都比我买便宜很多。对啊，你快退了，那些都可以退的。对，你留着了吧，瑞斯。这个药是给他吃的吗？这应该是 attraction 那种药吧。你看这个针管还挺好，哎，我感觉这个真的很好看，这个当摆设也挺好的。What？ 才$2。My school coming through quarter size. Any big one? Like peanut butter or any attraction? He's already had peanut butter.
Okay. It's a peanut butter sandwich. That's why it smells amazing. They have flavor, right? Peanut butter Okay, so. Oh my gosh. Mm-hmm. 哎呦，就花生酱的味道。You want the solid one or the clear? Oh, clear one. It's also on promotion, right? Yes. Okay. The clear one. And how many I should pick? You have three strips right here for 49 cents. Okay, how many? Okay, I think three strips. Okay. And this is for 床虫使用的，放在垫子里。这种店生意很好。我也感觉，我也想开个这种店。有没有专业技能？刚才这个店的店员跟我讲说，你这个故事我没有反过来，我以为说我身上有虫，吓死我了。然后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穿的 goose 就这个衣服，在街上会被扒衣服，然后他说就不要让我在外面一个人走，但是天这么冷，怎么能不穿这个？你想晚上八九点，你一个人在外边走？我昨天都十点了。衣服被扒了是小事，万一在冰上你滑一跤，还没有人看到，你明天早上就是横尸荒野。穿着内衣的中国女子横尸街头，那就惨了。我就想说，要不然我拿一个大披肩披上，然后大家就看不出来我这个是 Canada Goose。是这年头穿个衣服都会被抢。你到时候回去拿个什么 Chanel 的披肩披在上面。是不是应该这样放？对吧？应该这样放才对。对啊，这样才能装得进去。对啊。你不要把手夹到，这个不会夹手吧？不会夹。哎，这个，那这边这两个是他进来，然后就往那边走。那可以，对啊。这个就是有鱼味的药。漂亮。对啊。像那个叫什么？哪种巧克力啊？他说要这个一把20个左右，他得吃饱，得让他吃饱。我觉得别放太多，时间久了不新鲜了，他也不吃。啊，好了，够了够了，哎，这太多了太多了，陈姐，这太多了，我闻闻。哇，这药还挺贵呢，16块钱。这老鼠吃的比人吃的都贵。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安了两个有鱼味的食物和一个，它的 trap 那种很高科技的感觉，然后还给它放了三个粘鼠板，然后希望今天能抓到它吧。我以后要每天早上都检查一下，这个老鼠真的太聪明了。就是我们装那个粘鼠板啊，顶上放了 peanut butter。就根本都没有用，它也不会去吃，它太聪明了。然后现在都，据陈姐说，现在是长了很大一只了，已经。我好害怕，它拉的那个屎啊，就一块一块，我真的以为黑米。他说，看一看有没有老鼠屎。我当时想的老鼠屎就是很大的，然后那种一粒一粒像兔子那种。他说，结果是那种长条，长得像黑米一样。我的天哪，我现在吃黑米我都有阴影，我每天吃黑米粥，哎，我好难受啊。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翻了很多我们家的 recycle 的垃圾，可能吃了那个垃圾桶里的东西吧。然后每天晚上我就要负责把垃圾桶放在外面去，这样他没有，就一定要那个员工跟我们说一定要就是把家里都清走了以后，然后放那个鱼食，他才会去吃那个东西。如果有其他的食物，他是不会想去吃我们给他放的那个像鱼味的食物啊，或者是就是到处找的，他一下就会找到那个地方，就会去吃那个厨余垃圾啊或什么的。我买了一个 so far 我又很满意的一个杯子，哇，我觉得超可爱的。我刚才给他洗了洗，我准备最近拿他喝水，新宠。然后我在 Urban Outfitters 然后买了这个是 Tommy Hilfiger 的一个 legging， 我觉得太大了，这个，哎，感觉很像男人穿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穿，不能穿我就退了，其实也不用退，可以当睡裤。